亚迪的 E6 一 auto 三次全部出这两车的比亚迪一 auto 一 auto 蛮好蛮好啊好比亚迪什么E6是吧 E6 啊可是旧款的也是叫 E6 也叫 E6 啊那为什么所以它改装成这样为什么它还是要看一下嘛那个叫E7也好13.3万是吧E8也好那叫不一样特殊特殊真的是想不通对啊它可以是1616.1万，对吧？你不然的话，一模一样的模式，对对。其实它不是一模一样，是吧？它是有改变了，是有改变。那个旧款的充电，有这两，这辆多久充？我这辆啊，一充满可以走520公里，520公里，它那辆才350，所以很脏，三百五。所以一天你这两个充电很快嘞，是吧？十五分钟啊，就可以跑500公里啊。那一天你可以跑多少呢？我一天跑8个小时啊，大概是250到260，就是两天充一次电了，对吧？没有啦，每天都要充，每天都要充。LED 是吗？那个是前面放的。他跟着我的大灯走。我的大灯一开晚上了嘛，大灯一开他就跟着开，我可以控制了，我坐在一个马车，我可以关掉。这样你就不用去。对对对。你的车非常非常有一个性。哇哦，这是一个磁铁对吧？我这边放磁铁。你们也是磁铁啊？地方都放磁铁。你这个上去了，你看我前面这边也放个磁铁哦，我这个以前是放电话，我刚才改来这边，我说要找零用钱。哎，那个钱可以吸上去吗？哎，可以啊。那个是铁的吗？钱是铁的，我以为是钢，钢也可以吸对吧？没有，钢的我就放这边了，旧款的钱我就放这边。哦，这样很方便。然后有时候要找钱啊，一定准准的吗？准准的，对对。5毛，所以你就是把一块5毛、2毛拿完了，我这边充回去了，又有空我就放回去。那你这个效率会很高嘞，就是一直放一个1块、5毛、2毛，一定会用到啊，一定会用到，对对对。那我的钱我就放这边。甚至他设计师叫 James， 我看到他的设计师，他有请老外了，应该他有了，他有那个，这个叫李书福，是我忘记。对对对对对，他请。最早时候我们叫他小红书。